跟他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两个人一样的。哎，这个天气倒很好。圈子你都没拿个，加入这个的朋友该叫到了吧？吃草楼，就是简直吃草楼，带吃草楼噶，带吃草楼，要钓鱼。你有鱼个没得？有啊，包括噻，钓草鱼嘛。是是嘛，就直接挂包不啊？哦，那个狗那种，就像那种包谷上那种味道。嗯，就是。他带吃东西。老表，你要来消费他哦，不然的话。对。一都会吃包谷。是的。全部给他吃吗？不吃。你看那个篓子，你就看到他在那个。我把你那鱼钩吃草都钓好了。你万一拉得甜，把鱼钩收了吧。鱼钩收了。钓鱼失败。不正常。男主是穿进来的吗？是摘的。嗯。你去拉嘛。啊，我去。那你跟你媳妇去拉。拉钩。对耶。啊，走哪个了啊？走了，走了。你这个拉醒了哟，拉醒了。要的，拉过去。嘿。要蹲。还要蹲呢？要扒在边边上，会不会浮水啊？啊？会不会有水？没事，这个还淹不了。你看这块下的，这里能下去吗？这里真的很容易，搞得好，搬点石头石头的搞，疼得很。你给我走吧，给我走，我给你放下去。给我走。来。有鱼。走。跑过来，大哥呢？拉不动了。把那个网放下去低点。我的天，中国人你都挖到那个真屌！加油！加油！我是那边呗，你走快点嘛，大哥。不得了！哦。中到过了。哎。小鲤鱼这个是。你那个中鱼嘛，可以收脚脚嘛，收脚脚是啊，要收。老弟，你搞七个是我收一张的。收脚脚，先收脚脚。啊！我一下跑球走脚。收脚脚，脚都收进走。我操！那条草鱼安逸。收脚，那条比那个快点挖到挖去了。小弟抓住没有？没有。哎呦！按住他！别！按住他！不会，你搂到桌子，都没有啊！我打的，喂，有一个，我打的搂起来，来搂起来差不多，哎，抱到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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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等一下，你跑掉了。拉几个。有垃圾。够了。够了。他调了，整了条。这条真的很热啊！我的妈呀，这条黑。他整了鱼塘去了哦。会高还是打高？哇，差不多有你高了。我把这个鱼哎。这个大了快。嘴巴嘟。我的妈，这个。哇，要了这个大了快，把你吃了吧！哇。
那是操丫头走了哦。二十多斤呢？天煮的好多。二十五。你九公斤，十公斤，七公斤半，十五斤。十五斤八，二十一斤六。这八公斤。十六斤了吗？十八二十。十六。哎，张老板，请张老板。今天高温一些呢，多倒的可能够就七八斤，难量我们要是能量我倒不了三斤多，不到四斤，八斤。我宝贝说得一个八斤，真的是。八也算该我九斤了。九斤。嗯，差差不多九斤，八斤八八两斤。好，八斤。我微信给了那个。哎呀，不要，下来一个，下来一个，这先这个，这个先先不忙。我给你吃一个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